哎，今天发生了什么大事啊？今天原本要在洛杉矶市区巡逻了，怎么知道警长说有一个案子发生在北部那边，是一种谋杀案。结果去到那边了之后呢，发现这里有人死掉哦，而且竟然还有人把我们的车子给偷走了啊！不好了 ！Hello， 各位观众们，今天的影片呢，我们是在乘坐这辆警车，然后呢，我们是要去巡逻了啦。但是还没有巡逻之前呢，我们现在要去接案子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去到警察局里面的时候，拿一些重要的文件之后呢，再出来外面市区去做巡逻啦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把我们车子先停放在这一边先，来，我们先进去警察局里面找我们的警长吧。Hello， 各位警察们，大家早上好了。Hello， 你这位朋友啊，你现在大便了吗？今天早上的时候，我看到你去厕所大便了吗？喂，我在这边站岗位，你可以不要来这边干叫我吗？哎呦 ，Hello， 警长你好，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给我做吗？我已经准备好了去做巡逻了啦，有吗？大事不妙了，有一件很严重事情发生了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哦，我当然知道啦，那就是我的 YouTube 频道还有超过 78% 的观众是还没有订阅的嘞。如果你是还没有订阅的话，赶紧在影片下方按下订阅，还有别忘了开启小铃铛，不要错过下一部更加有趣的影片啦。哦，你放心，绝对不会是关系到 Officer CK 的 YouTube 的，这是在北部那边呢，有可能会有谋杀案，我要你现在赶紧快点过去那个地点调查一下。啊，原来是北部那边发生了一宗谋杀案啊，怎么会这个样子？这个案子感觉有点特别嘞！啊，有人打电话给你了。嗯嗯，哦，好的好的，我知道了，我现在会赶紧派出一位警察过去。好，你现在赶紧快点过去，北部总部那边打电话过来了。哇，北部的警察局也打电话过来，南部这边要求支援啊。哦，有没有搞错？为什么要求我的支援呢？哦，就这么够力了。但是刚才那位警长就告诉我说，不要使用普通警车，要使用他的警车嘞。OK， 我觉得他的警车应该很特别。不要紧，我们进去看看一下。哦，原来这一辆来的哦，哇，很漂亮哎。好啦，现在我们就乘坐这一辆警车，直接去到北部那边去看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吧。但是呢，我记得这位警长就有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好好保护他的警车。哇，他的警车真是很漂亮嘞！观众们，你们觉得他漂亮不漂亮？对我来讲，其实呢，我一点都不觉得他很漂亮。哇，没有想到原来北部这边下大雨耶，你们看一下地上完全湿湿的哦，到底哪一个地方是刚才警长所说有报案的地方呢？不晓得是不是这个地方呢，刚才的时候呢，那警长有给我看那个照片，好像是在这个地方的。好，来，我们先下车先。嗯，看来看去好像是没有动静嘞。咦，是这一个地方吗？不要紧，我们去到后尾看一看吧。根据地图来说的话呢，好像刚才那个警长给我看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地点了。如果没有错的话啦，我印象中真的是这一边。咦，哇，怎么那边喊了你尖叫声喊了这么大声？哎，我们快点过去看看一下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为什么有一女子会喊了这么大声的？咦 ，Oh my god！ 你们看一下，真的有人死掉哎 ！Oh no！ 哇，你们看一下，那边地上全部都是血，哇，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！这个应该是被谋杀了吧？刚才尖叫女士应该是这一位啊，我们去问她一下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还有一半。全部好像是修车老来的，偷走我这个人的车子，还把他给杀了。Oh my god！ 好了，我已经知道了，我待会会去报警的，所以现在我打算把这个，哎，这具尸体不是这个救伤员把他给带走了吗 ？Oh my god！ 竟然放在这一边啊 ！Oh no！ 好了，我已经打电话给那个验尸官，准备，哎，哇，我的警车怎么干嘛？好像有点声音，哎。哇，我警笛已经打开好了，不可能！喂喂喂，我的车子 ，Oh no！ 喂 ，Oh my god！ 我的车子被偷走了，喂，你给我停下来，警察 ！Oh no！ 喂，我的车 ，No！ 哎，那个不是我的车来啦，那个是警长的车 ，Oh my god！ 观众们，你们看，警长的车已经被偷走了 ，No！Oh my god！My god！ 差了差了差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 ？Hello， 北部的警察，你们注意啊，有一辆车子啊，那车子是警长的车来的，南部警长的已经被偷走了，你们赶紧派出支援去追捕那辆车子，是银色的，快点快点 ！OK， 好了，我已经报警了，所以现在呢，我们要乘坐一辆车子哦，看到前面有机车啊，我们去乘坐一辆机车去追那辆车先了。Oh my god， 我们绝对。
定不可以让那个警长的警车有问题了，因为他是借给我的嘞。Oh my god！ 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刚才那位尖叫女子就有说到，那一班偷车人呢，他们全部是来修理车人来的，所以这个地方感觉好像是修理车的地方来的啦。而且呢，这里是有在循环那些车子的零件的，我相信那辆车应该就在这一边。来，我们小心一点吧。你们全部给我走开，不要挡着路。OK， 来，慢慢走进去里面，相信那一班偷车匪应该就在里面而已。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嘿，啊，喂，哇，我好像看到了耶，真的有哦，你们看，等下先，我这边好像有一点远，看不清楚到底他们身上有没有拿着武器啊。这边好像有一个缝，是不是？来，我们就使用这个缝望过去看一下他们真正实实有没有拿着武器吧。使用我的望远镜。 OK， 望一下啊，看到这边有一位哦，等下先啊，看一下先。喂， Oh my god， 你们看，他真的是拿着武器的。 OK OK， 我知道了怎么做了。来，我们跑过去向他们开枪。嘿，你们全部手举起来，警察。哇哇哇，我先打到一个了，打到一个了。哇哇，还这边人又来，这边又来。哇，快点打死你，打死你。 OK， 他死了。那边还有，那边还有，快点。哇哇， OK， 可以。 OK， 打死了，打死了。我看他跑后面去比较好。哦呦，危险危险，他们好像冲出来了。嘿，OK， 来，就在这一边吧。咦，有人吗？看不见了，好像没有人呢。 Oh my god， 他们躲到哪里去了啊？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这边有。哎，嘿， OK， 死了，漂亮。喂，那边好像有来，草丛那边是谁来的？咦，我好像没有看过耶。不要紧，我们躲到这边去先，快点。OK， 成功。等一下啊，对面好像有，是不是啊？看到了。 OK， yes， 啊，中枪了，漂亮啊。好了吗？应该是死了吧。哇，感觉好像全部已经被我打死了嘞。 OK， 可以，果然我的枪法是不是准呢，观众们，对不对？只要你们多多的赞今天的这部影片呢，我的枪法就越来越准了，所以观众们赶紧快影片下方点下赞啦。 Oh my god， 藏了警长的警车变成这个样子。 Oh no， 真是来到这一边了，被他们拆那些零件出来耶。这一班啊，真的是太可恶了。 Oh no，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。现在这辆警车已经漏烟了，我相信应该是启动不回了，我们必须要拖到去修车厂那边修理这辆车啦。这边应该会有一些拖车的交通工具吧，要不然我要怎样把这辆车子拖去修理呢？啊，看到了哦，前面果然真的有拖车哦。啊，嘿，票，我们可以直接使用这辆拖车呢，去把那辆警车给拖去修理的店。我相信在北部这边应该会有一些修理厂吧。不要紧，我们先拖好先再说吧。拖车罢了吗？应该不会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吧。 OK， 好的，成功了。 OK， Let's go。 北部的修车厂应该离这一边不会很远吧，但是我们必须要出到高速公路外面去才有办法能够到达目的地耶。这边应该就是北部的中心点了嘛，我相信这边应该会有一些修车厂的。到底在哪里呢？印象中好像前面会有一间是维修这些车辆的地方来的嘞，是不是这一边呢？啊，对了啦，好像真的是这一边来的。对对对， OK， 漂亮，我们终于到达了。来，快点快点，下车下车下车。 Hello， 这边修车佬，帮忙一下，我这边有一辆警车，我想要修理一下，你们可以帮我看一下吗？它的那个引擎已经漏烟了，很严重一下耶，但是我必须要把这辆车子给修理好。如果是引擎漏烟的话，通常都已经修不回了咯。不要紧，我帮忙你看一看吧。糟糕了，引擎漏烟的话就修不回了，怎么办？ Oh no， 观众们，我不能够拿回这辆车子了。哎呦，好严重啊，我觉得应该是修不回了啦，但是有办法的，我们能够改装它的。是啊是啊，我们能够把你的警车给改装了，你只需要带三辆车给我们，分别是跑车、卡车，还有一个是坦克车。哇，不会吧，竟然要我偷三辆车子给你们，而且分别是跑车、卡车，还有最后一个是坦克车嘞。 Oh my god， 怎么可能的事情。但是也没有办法了，我们总之都要去偷就是了。来，我们冲过去吧。Oh my god， 惨了，我卡车了。 No， 啊，幸好都已经成功了跑出来。哎呦，差一点就整辆车子卡在那一边了。 OK， 你们看一下前面，我好像看到一辆卡车嘞。哇，所以我们立来就马上看到了卡车，通常卡车是最难找到的嘛，对不对？咦，这辆卡车好像没有人乘坐的，不可能吧。哦，你们看一下，这个人在那边睡觉嘞。啊，
好吧，既然他在那边睡觉的话呢，我们就把他的这辆卡车给拖走吧。看准后面先，小心，来，我们慢慢的退后，这样子的话马上就可以把他的卡车给拖走了。 OK， 成功，拉上来。Yes， 成功了。哦，呵呵呵，等一下还醒来的时候呢，找不到他的卡车，他的卡车已经不见了，哈哈，谁叫他要睡觉，对不对？哈哈。OK， 我们已经到达了刚才那间修车厂的地方了，我们就把这辆卡车呢放在这一边给他们，这样子就可以有了。喂，我已经把卡车给偷回来了，还有其他的吗？当然有啊，我不是说这里还要偷跑车还有坦克车吗？你快点去偷呀。如果是跑车的话呢，要在哪里才会找得到呢？在北部这一边，我北部通常的车辆呢全部都是那些比较老牙一点的，应该不可能会看到跑车吧。嗯，难道这边有跑车会有点困难，要寻找跑车咧？这一边呢，这边会不会有跑车呢？来，我看一下。哎，哇，你们看一下前面好像有很多辆跑车咧。喂呦，这个地方怎么那么特别啊，竟然可以在这边看到跑车，真的是很个诶。Oh my god， 你怎么会上我的这一辆拖吊车的？那是因为我想看一看你到底偷来的超跑车子是怎么样子的。超跑的车子还有什么样子呢？不就大同小异吗？肯定前面不会是有引擎的，引擎是放在后面的啦。 OK， 你们看一下，这边有多少辆车子的引擎是放在后面的，我感觉这些好像全部都是前面的咧。啊，应该是这一辆了，这一辆你看它的耳朵那边是红色的哦。哇，看到了，它的引擎是在后面的。 OK， 所以来我们就乘坐这辆车子吧。哇哦，它的引擎很不错耶，你们看，哎呦，厉害耶，里面的内装。 OK， 可以啦，我们现在把这辆车子给拖走先啦。哎呦 ，Oh my god， 长，哎，他们知道我偷车了，我们知道我偷车。哎呦，哎，吓我开枪了，看我开枪了。OK， 不怕不怕，把他们全部给打死就是了，应该很快了吧？看到你了，看到你，啊啊啊 ！OK， 可以了，可以了，那边还有，那边还有，加油！好啦，死到完了啦！哎呦，漂亮，太容易了！这辆超跑拖一秀之后呢，我们还剩下最后一辆车子，就是要去到军事基地那边借一辆坦克车啦。哇，那个真的是很困难哦，没有这么容易的哦。好了，现在这一条路线呢，就是我们前往洛森都的军事基地里面了。希望那前面那个军士呢，会让我进去这个军营里面吧。Hello， 这位老兄你好啊，我是警察，我想要进去这个军事基地里面跟那个军长借一辆坦克车，可以吗？有一些重要事情要做啊。哦，原来你是 CK 警官是吧？好的，没问题，我打开门给你进。谢啦，这位军士，你看极好，他们认识我的，因为毕竟我是警察嘛，对不对，观众们啊？你看一下，总之如果我们是警察还是官方人的话呢，在洛城都这里做事情就很方便啦。这边应该会有一些坦克车我可以乘坐的吧？让我看一下先。坦克车在哪里？咦，好像这边没有坦克车的哦。不可能吧，我平时的时候在这边行走的时候一定会看到坦克车的吗？怎么现在一辆都没有的？哇，不会吧，我不要的时候呢就看到很多辆跑出来了，我要的时候呢就一辆都没有，这么样子不公平的。哇，观众们，我认为还在捣乱我嘞。好，不要紧不要紧，我们先出到外面去先，希望这样子会遇到。有吗有吗有吗？好像没有。哎呦，看到了，但是前面那辆是，哎呦，那个是什么东西？那个好像不是坦克车嘞，这边有吗？啊，这边也没有坦克车。哎，前面，哎呀，那个也不是啦。Oh my god， 惨了，我真的，我要这个坦克车的时候呢，完完全全是没有的哦。Oh no， 没有办法了，现在我们只好弯进去这个军事基地里面了啦，看一下这边会不会有一些坦克车啊？看到了。果然真的有一辆在那一边哦。哇，很棒很棒。 Hello， 这位军师，想告诉你哦，我们想要借这一辆坦克车可以吗？哦，不好意思哦，我们这一辆坦克车还在研究当中哦，我们不能够借给任何一个人啊。哈，还不能够借我，但是我没有办法了，我现在只好抢了，我是真的很需要到这一辆车子的。对不起对不起，不要来开枪打我，不要不要。 Oh my god Oh my god OK， 好，我已经上去了这辆坦克车了，来，我们快离开这边。啊，还继续射我，还继续射我。那请你吃炸弹，要不要？吼吼吼吼，好强大。这位军师干嘛向我开枪？那送给你啊，整个人飞要起来。 Oh my god OK OK， 好像很多那些军师要来攻击我了，我要小心要小心哦。哦，我的天哪，空中的战斗机也来了哦。 OK OK， 哇哇哇，我卡住了卡住了。哎呦，危险危险危险。OK， 不要紧，还可以行驶，还可以行驶。哇，你们这些车辆走开。OK，
我们成功了，逃跑到了这个军事基地。本来不是说好要来这边借这个军事的那个坦克车吗？怎么现在感觉我在偷坦克车的感觉哦？好啦，现在我们已经把这辆坦克车给偷到成功了啦。我们把这辆坦克车架到去那个修车厂那边，待会的时候呢，他们就有办法能够把我的警车呢给 upgrade 变成另外一辆警车出来了。哇吼 ，yes， 我很期待感觉。Hello， 你们要偷的这辆车子，我成功偷到了，这三辆车子已经交给你们了。几时我这辆警车会好呢？很快的，很快的，你明天再来就可以了，明天再来哟。哎呀，一大清早了，我就迫不及待要跑过去看一下我这一辆车子到底改成什么样子。哇，我相信还没把我 upgrade 到另外一辆警车去。喂，哇，你们看一下，这辆警车是超跑警车来的嘞！哇，我的天哪，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子类型的，好棒哦！这辆警车是我用了三辆车子来把它改造成的，好好享受吧！哇哦，有了这样子的享受真的是很棒哎 ！OK OK， 来快点快点快点，我们乘坐这辆车子！哇，你看一下引擎真的是很碎，而且很松哦！喂喂，不，什么事情？哇，我一驾走这辆警车吧，后面爆炸了、啊？不会吧？那太过离谱了吧 ？OK， 不要紧。反正也不关我的事情，来，我们驾这辆车子回去市区找我们的警长吧。啊，警长看到这辆警车了，应该会很开心啊，哈哈。哇哟，你看一下里面的那个内装，真是太漂亮了，哇，好吸引人哦。Alright， 非常开心，有一辆警车可以驾回去市区的警察局去跟那个警长对接了啦。真是，哎呦，惨了，哎呦，怎么会这样子的？我不小心按错了那个按钮哎 ，Oh my god！OK， 对不起观众，我不小心按错了，跑去跳车，我在干嘛 ？Oh my god！ 哎呦，这辆警车这么漂亮，我还跳车哦。好了，没事了没事了，来 ，OK， 可以了。前面就是警察局了，快点。OK， 我们把我们车子停放在这一边，我们叫了警长出来看吧。哇哦，你这辆车子弄得好漂亮哦，我超喜欢的嘞。是啊，警长，我是把这辆车子特别改装成这个样子，然后送给你啦，我希望你会非常的喜欢。然后给我升。升职啊，没问题，我一定会给你升职。但是呢，你看一下，你后面有很多军事想要找你麻烦了啦。什么？后面有军事找我麻烦？不会吧，家姐 ？Oh my god！ 喂，惨了 ！No！ 对不起，那个坦克车我不是故意要偷的，你请饶了我吧。好的，各位观众们，感谢你们各位的观赏，记得还没有订阅 PSKGD 频道，记得点下订阅哦。我们在下一部影片再见了，各位，拜拜。